我要剪，我要剪。但是那护手说：“啊，要被剪错了，啊！还我女神！要被剪错了。女神被捡走了，这样子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现在……嗯？我现在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动不了了？我……你在哪里啊？对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秋风的房间，好啦，我空们的。老鼠在外面啊。来想一下，一直要怎么逃？对啊，养就是吗？想要怎么逃？我们之前怎么逃？挖出去，之挖前铁丝是网吗？捡那出去个，啊？对啊，捡那出。还这一次还有什么可以逃的啊？好，我去帮你做。挖地洞，可是挖地洞很累。挖地洞超累的。想想之前看，有什么任务？这里有什制么方造式可以发动逃啊？啊？单人的就那个嘛，摄影师。挖地洞跟，啊，这种挖地洞跟捡网子啊，那其实差不干嘛？多哎。啊，那个，啊？我去看一下好了，我记得他不是有那个吗？通讯记录看一下。去大巧克力，大巧克力。我去看一下通讯机好了，看看什么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凶屁凶哦！通讯机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不是。哦，在这。哎，他们对我超凶凶的啦，不只是人家房间翻一个琴出来而已，琴。对啊，琴啊，弹的那一种。快逃碎啊！碎碎叫你碎哦，叫你碎警叫你碎叫你碎，有一个人好凶哦，你也太凶了吧！你干嘛？干嘛？还打巧克力呀、啊？你看来是叫西瓜，你是叫西会躲瓜，进去，好气哟、找不到了。这一关有通讯机吗？在哪里啊？什么？为什么没看到通讯机？有啊，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。二楼墙壁，那个工作室工作的地方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搬错了。好的。二楼。原来是鬼抓人。不是啊，就关注值太高了，要躲一下。刚下班，辛苦啦。工作的墙壁没有啊？这个吗？吗？这只有工作布告栏而已啊。过了。通讯机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上面吗？都要花钱那个不是？在对啊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我这里，我看到了。一楼。对，一楼。你是什么颜色？蓝绿。绿色。哦，红色。等等。刀书片，然后怎么？盆栽植物，逃狱提示与团队成员见面。加入。啊？要偷打别人呢、啊，我的任务啊，快帮我做啊！你为什么要打靴？你这啊，样不子是啊，啊！我我说要打我揍告他。地狱哦！讲不说揍他，我只是来接任务的。揍死你！揍不死要你！揍我！哎呀，哎，可是你把他打死，我没有完成任务哎，可恶！那这样就好了。哎，揍屁啊！哦，你回旋踢耶！哇，好猛啊、哦！回旋踢。哎，他记得那种东西吗？有方糖跟可乐饮料。天哪，你的好甜哦！天哪！哎、欸，不要不要音乐的啊！来不及啊！这样我要再去打一次、欸。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左下角那个第三格那是什么东西？左下角第三格看不到啊！你是什么？哦，你说一个爱心、雷电跟是什么？那是警棍、警棍、哎、戒指、警戒指，越高就是打开那个越大。我走的。哎、欸，干不要打嘛、啊？我一走出来就揍人，真好笑。好了，我完成任务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快逃、啊！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
哎、欸、啊，上牌的你们都有摸过吗？上牌什么东西？就是繁星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喵花他们的房间之类。还没，我在解任务。好，我刚也在解。点名了，点名了，点名了！等一下，碎碎碎皮啊，碎碎皮啊，碎碎碎皮啊，碎皮啊，碎碎碎皮啊！他在凶什么？睡觉也这么凶？你是没有参与到我们的那个第一次打警察，所以就很想不开心。对。哎、欸，巧克力的房间怎么全部都是违禁品啊？他巧克力啊。哦，也是啦，然后反正你怎么被揍了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要点名呢。哦，获得错刀哦，这么多东西哦。这里，啊，点完名了，可以睡觉。哇，我身上违禁品多到我放不完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这个谁接了任务不来把错刀拿走啊？哪边啊？在我这边啊。错刀来不及啦，你要明天才能来拿。不是我错刀，不是我，我这边已经拿错刀了。哦，谁？阿基哦。可是我后来不是换任务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你那个任务是你接了之后他都会在。嗯哦。所以他只是显示会用，就最新接的会显示。也只多少才不会被、哦？看到没有？80以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嚣张了。哎、欸，他要来翻我柜子了，完蛋。去睡觉啦。隐藏隔间就不会翻了吧？对，没有啊，我的很多哦，他还好，他没翻就走。不是我的是，不是啊？你记得我有一把错刀吗？放不下了吗？你那任务的错刀啊，卡在上面啊。没关系，放不下，你改天再起来，起来的时候再弄嘛。不行啊，去睡觉啊。躺在床上，快点。躺在床上，不要起来乱乱蛇啊。那一个整天在熬夜的，几点了？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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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哈基的单抽。好，哎、欸，放一个假人给他，让他不能睡觉，他不会睡觉了。然后他就想说，到底怎样才能睡觉？杰瑞怎么一直想要就是拿鼓啊，拿音乐搓板啊，什么，全部都是这种任务哎、欸。我记得，哎、欸，所以任务要怎么看啊？一楼吗？嗯，你右边不是会挑任务吗？按 Q， 对啊，你按那个、啊，按你的 Q， 然后右边那个书，第三个可以看。哦，叉叉是可以取消的嘞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把它叉叉掉。嗯。可是如果你接好像接太多，然后跟他。就是解除的话，那个人会很不爽的，老板度会下降。对，教训一拳，有人叫我教训一拳嘞、欸。啊，一拳在哪？啊，鱼竿鱼竿来来来，问一下你想干嘛？一拳一拳，我、哦、看到一拳了。这边给你。哦，最喜欢揍别人的。最喜欢一起揍，干嘛揍我？干嘛不是我？喜欢一起干嘛？揍不动。干嘛？我要拿餐。哇哇哇！大混蛋，大混蛋，大混蛋！等一下，没体力了，一拳等一下啦。那警察都不会注意到你们那边在打架。一拳，一拳倒了。可是我最后一下不是我打的，是警察打的。算了，你躺一下。一拳在哪？怎么是喵花躺在这里啊？一拳呢？我要再吃一份，你们告状好不好？你们很无聊哎、欸。怎样？没有宣跑我的台说为什么会有他？然后观众说嗯对啊，前开被揍了两次哦。反正物所需嘛，对不对？赚个钱、啊。要赚钱用的啊，多做几下可以。受害者现身说法，跑去告状，这样不行啊！哎呀，多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嗨，巧克力你好。找到巧克力的海报。巧克力的海报，你要干嘛？巧克力的海报。怕。有点害怕。怕的。我多少钱啊？给我130的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可以买全部的讯息了。去买讯息喽！我这次好多那个哦，铁板。铁板可以做铲子啊。对啊，超多的。是耶，好棒棒棒棒！哎、欸，我这次都没去读书哎、欸，我跟智障一样。嗨，嗨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做我屁哦！干什么？你要打是不是？来啊！你怎么偷看我箱子？做什么坏事？又打字。他打我！对对对对，打他！他就是他。不要死掉！你故意打我，王八蛋！新来的犯人怎么不受控？啊，他这个提示是。跟着摄影师走哎、欸，跟着摄影师走，哇，单人提，对啊，还有浪费钱，到绷带医用绷带，那我们只好用一般的逃走方式了，做剪刀吧。哦，做好啦，一把金的了，再一把比较保险吧，被第二把金的了，那就等下准备逃啦。那就我现在弄假人好了。好啊。谁那里会有绷带啦？绷带。哦，绷带。一定要用绷带。泽平快死了。啊？你可以看啊，地图上会有一个很像不知道印章还是什么的那个图案。印章。你开 M 可以看到，它会有一个金色的。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你要的任务道具在的地方。它有个那是小旗子。咦、嗯？你又被扛走，又被捡走了。又被捡走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监狱真的很残忍，被打倒在地上，好像可怜的。哎、欸，都是我们没有去揍他们，他们就自己打死。就互相内斗，内斗。啊，洛哈。啊，阿罗，白痴！哇，阿罗说要做窑哎、欸，那我知道嘞，造打窑咯，要造窑，造窑不是造窑，造窑。窑在哪里啊？这里太密了。窑在这边，窑在这边。这个黑人白发，这个黑人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有在走。不是巧克力，做错人了啊！抱歉，打错人了。这里坐着的吗？这个对。哦，等一下，旁边有警察。嗯。时间，好难哦，这游戏。不会啊，这个很好玩啊，很好玩。哎、欸，腰抛错了。哦，不是哎、欸，他叫我做东西再去揍他。抱歉，我已经把他揍倒了。晚点再说，我躲一下哈。要特定方式揍，你直接把他揍倒。对啊，我以为只是要揍扁他而已。我看你只是想打而已吧。打个架嘛。所有。再躲一下，再躲一下。好，看到了。呀！哦，鱼竿穿墙哎！哦，穿墙。啊！消失了。然后这时候配那药，噔噔噔。噔噔。哇！干嘛、啊、遇到？他不是在暗示来工作一下？是我说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好，我开一个。哦，东西啊！你骗我！等一下，我不会使用东西了，我不会使用道具了。啊！快逃啊！警察又在追我啦！要用什么道具？哎、啊，这是拿下呀、啊！我不是要拿下啊！扑上去！工作时间不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好、哦，这是团体时间的。哇！哇！错误了。嗯纯粹想打架，对啊，爽哎、欸！一直人家打架。我跟空白键你搞反了。
啊，先放这个啊，空白键啊。工作时间是在哪里啊？一楼、二楼、二楼上面，二楼上面右边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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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对对对对，丢你也行。对丢地方，那不是警察菜刀，是我遇到一个我刚揍他揍到一半的警察。啊，这样跑哪去了嘞？干嘛？凶屁哦！你们怎么了？我突然间在那边运动就被揍了。哎呦，我的警察制服要被拿走了。没关系，我那边还有，我那边还有。打，我也有啊，给你啊。可恶！谁是法师啊？法师你在哪里？你们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不要打架！谁在打架？又在打架！啊，法师找到你了！哦，好了，我都准备好假人了，我们今天可以逃走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警察！我以为他要冲进来揍我，吓死！好了，嗯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做什么出去？就直接捡铁丝网吧。捡铁丝网，好。反正信已经准备了。嗯哦。要给他去捡啊。嗯。好啊，给他捡啊，可以啊。你给他捡一下。能不能逃过就要看你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被打了。哎、欸，你就在那边造谣的，你那边万元呢、欸？等一下，我要制造大骚动了，我要大骚动了，够骚动了吧？有成功吗？他要打勾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任务上面显示不是他、啊，我怎么解除这个？你躲在柜子里，置物柜里。对啊，你躲在柜子，不要被警察看到。会，嗯，会慢慢降下来。可是如果你遇到是你打那一个警察，他也是会抓你。